请进。出去。王琦。哎，这身警服穿你身上威武挺拔，你真是个衣服架子啊！楚军，您当年穿着一身警服走在大街上，那才叫威风凛凛呢！啊，回头率很高。还不提当年勇了，现在老了。王琦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局长，请指示。我想让林家上你那儿去。组织上的决定。林江这个人呐，很聪明，就是胆儿小点儿。这次因为左玉的事儿啊，被保留警籍调留刑侦单位。我想来想去啊，还是把他交给你，让他在看守所工作一段时间。如果表现好呢，我再把他调过来。嗯，请局长放心，我有信心把他调教成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。我走了。嗯。爸爸，你变成妈妈了。洋洋，爸爸在拖地呢，你不能跑来跑去，快坐上去啊，要不就白拖了啊，洋洋。哎，洋洋，乖，过来。你看，过去坐着，坐过去啊！爸爸，爸爸拖的地都被你踩脏了。就是，来，我来吧。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看这地都给你拖花了，还是我来吧，你歇着去。老婆，干嘛呀？老婆，怎么了？我以后不干刑警了，生活规律多了。以后都在家陪陪你，好不好？赶紧，哎呀，行了，孩子在呢。这不当刑警啊，就不当刑警呗。去看守所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，到哪儿咱都是警察。再说了，你去看守所啊也好，不用我整天提心吊胆的。来，呀，再把抱抱。来，一二，哎呦，真乖。老婆，嗯，要不请组队来咱们家吃个饭吧？好啊，去请吧。今儿在家喝酒，总没人管了吧？哎，他来了，你可别提苗平的事儿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嗯，洋洋，亲一个。嗯，好，在家好好待着陪妈妈啊。来，乖。好，洋洋，吃了，坐着啊。张明啊。哎。由我提议，经过局党会研究决定，由你来担任刑侦支队的支队长，主持刑侦支队的日常工作，怎么样？有信心吗？感谢领导的信任，我有信心带好队伍。你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限期内侦破421案。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们已经失去左玉了。你肩上担的不轻啊！哎，楚局，对组队的处理是不是太严重了？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再说他了。赵明，421案两个重大嫌疑人都已经被我们拘留，你要尽快找到直接证据，争取早日结案。那楚局有什么指示？对于这个案子，我一直在想，霍刚一口咬定白帆杀了杜安。那么白帆到底有没有枪，就成为关键点。另外，白帆和徐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也是你下一个工作的重点。嗯，您说的对，只要找出了枪支，421案就会有重大的突破。楚局，抓白帆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在白帆家搜查证据。那你就马上带人搜查白帆家。是。
怎么回事？左哥，来是999吗？我在这新华大街路口这儿，有人受伤了，快快快！哎，嫂子吗？是，什么事儿？左哥出事儿了。他现在哪？在新华大街这儿。我马上到。好，小白，妈妈有事要出去一下，自己在家待着啊。妈妈，你要去哪儿？马上就回来啊，听话。大夫。他没什么事吧？需要送医院治疗。他怎么样了呀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妻子。病人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，需要马上送医院治疗。快快快！咱们跟上去吧。你们抓捕白帆的时候，仔细搜查，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。是。赵明啊，你可立了大功了。不，这都是处局领导有方，指挥得当。提审霍刚。是。白帆是霍刚的手下，没有他的命令，白帆敢杀死杜安吗？嗯。霍刚应该是421案的主凶。至少是主谋之一。楚局，如果我们确认霍刚就是杀死杜安的幕后元凶，那么徐栋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排除了？先放了徐栋。哦。但还是要对他上一些手段。在没有彻底查清徐栋和霍刚、白帆的关系之前，徐栋的涉案嫌疑不能排除。明白了，楚局。赵明啊，左一那儿啊，你经常去看看。哎，他以前是你的领导，也是你的师傅，得罪过不少社会上的人。现在脱了警服，我担心他受到不法分子的打击和报复。楚局放心，明天我就安排几个弟兄，在暗中轮流保护他。确保他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。去吧。是。赵明。哎。代我问他好。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嫂子，我想可能是有人借机报复吧。那你报警了吗？没有，我想等左哥醒来后问问他，问问他的意见，看他是不是他知道是谁干的。你怎么不报警呢？他当警察的时候得罪那么多人，这仅仅是第一次，那以后怎么办啊？我们全家怎么办啊？哎，赵队，我林江，那个左哥被人打了，在医院呢。啊，好，嗯，拜拜。护士，我丈夫怎么样了？哦，幸亏他那个身体比较健壮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你可以进去看看他。谢谢哈。他已经醒了。谢谢。
老左，你醒了。你签字了吗？亚萍，离婚是我现在最大的幸运，你就成全我好吗？我们不谈这个好吗？等你病好以后再说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得把字签了，明天我们就办手续去。聪哥，没事了吧？明江，扶我起来。扶我起来，左哥，你别激动，人家大夫说了，让你需要进一步休息做观察呢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来我来。左哥你，我来，慢点慢点。老左，你就听我一次吧。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个晚上，明天我跟小林再来接你。对呀对呀，嫂子说特别对啊。放开我！我要自己走出去。我左翼是打不倒的。林香，你把手松开，松开！我要一个人走出去，我要让那些小人看看，我左玉还活着，我左玉是打不死的。听说你出事了，我就带弟兄们来了。谢谢。这是谁干的啊？不知道，但是他还会冒出来的。弟兄们辛苦了，我没事啊。赵队啊，你看要不要安排几个兄弟到左哥家值班啊？我担心他的人身安全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向楚局做了汇报，我会派人24小时保护左哥。嫂子，左哥的情绪不是很好，希望你能多担待好吗？对，放心，他还是我丈夫。啊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别碰我，我嫌脏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请你不要侮辱我。这两天我还会住在家里，等我租了房子我就搬走。姚平，我说过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我到底做什么了，让你这么恨我？
你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，你自由了。你觉得我会恨你吗？我只想尽快忘了你。走了。哎，来，送你回去啊。哎，好，咱走。啊，你松开，我没事。哎，没事。嫂子，你也上车啊。嫂子，我们上车吧。都回去吧，别送了。回去吧，我死不了啊。宁江啊，到了那边好好干，争口气。哎，嫂子，左哥啊，最近心情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用说了，没事的。谢谢你们啊，早点回吧啊！哎，行行，你给这个。哎，回吧。哎哎。赵队，我看守所离那儿比较远，你有空都来看看左队。放心。他是我师父。走。给你。左月，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你不觉得我们俩这样子是对彼此的一种折磨吗？这么冷冰冰的家庭环境，对小麦的成长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对我，你再冷漠我也能忍受。可是对小麦，你一点好脸色都没有。他害怕你，躲着你。没有一点父爱，他从来没叫过我爸爸，你也没打算让他叫我爸爸。我真不知道你的猜忌从哪来的。你说小麦不是你的儿子，你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你会伤了小麦的心的。有一天他长大懂事，他会恨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小麦是你的儿子。你别拿小麦压我。苗平，是你背叛了我，背叛了爱情，背叛了家庭。爱情？我们之间还有爱情吗？爱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。左月，你变了，一点都不关心我，冷漠无情，自私猜忌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我变成这样是谁造成的？是我的错吗？
你要是个洁身自好、恪守妇道的人，我会这么折磨我自己吗？左玉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算了吧。你那位马局长，你们全局上下谁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能当上办公室主任，真的是凭你的能力吗？还有那个小白脸徐栋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凭什么经常跟你接送小麦？苗平，你够有本事的，脚踏三只船，你太无耻了，你太脏了。我们离婚吧，受不了了，小山说我疯了。走吧，云丽，到家了。我家到了，山哥。谢谢你啊，你回去吧。长这么大没喝过这么多酒吧？没事儿，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山哥。我送你进去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还说呢？你看你，啊，脚底下都晃悠呢。走吧。真的没事儿，山哥。没事，山哥，我。到家了，谢谢你啊，山哥。云丽，我喜欢你，从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别这样，山哥，你是我哥呀。云丽，跟着哥，哥会让你幸福。别开玩笑了，山哥。云丽，哥喜欢你。哎，山哥，我去看看。谁啊，云丽？没人。云丽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有点高了，我走了。慢走，山哥。谁他妈赢过？有种给我站出来！Thank you.
讨厌你，你把人家吓死了，过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知道人家过生日，你还回来那么晚呀？有没有想我呀？我可想死你了。哎，小黎，你今天喝酒了？和谁在一起喝的？顾大哥还有山哥，他们为我举办生日聚会，挺开心的呢。小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，离他们远点，可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怎么啦？他们对我那么好，我凭什么要疏远他们呀？你怎么了？小丽，最近除了我，家里还有其他人来吗？前些日子警察来过我家，把我哥的东西搬走了。除了警察呢？没人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疑神疑鬼的。肯定有人来过，你看，你的照片都被放反了。真的？不会是有贼来过吧？哼，应该不会是贼。如果是贼的话，家里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。那会什么人呀？有人上你们家找东西，找他们感兴趣的东西。可是我们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。也许是你哥留下的，好好想想。前些日子警察也是来我家找我哥的什么东西。还有顾大哥，他也老问我，我哥有什么东西让我保管过。小丽，你哥真的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保管吗？真的没有啊。小丽，别在顾家公司干了，好吗？我最近感觉特别不好。请你相信我这个优秀侦查员的直觉。好了好了，你看你难得回来一次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走，洗澡去。快洗澡去吧，走，快点呢。赵警官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想找左玉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你就告诉我嘛，反正我找他有事就是了。左一可能在家呢，你去家找他吧。哎，赵警官，我听说左玉出事了，是吗？谁告你的？反正大家都这么说。那你呀，就去找大家问吧，啊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看来，左玉真的出事儿了。来了。哎呦，左大哥，快屋里坐。哎，你们家林江呢？他不在，去看守所上班去了。哦。小杨啊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们家林江。左哥，看你说哪儿去了？到哪儿不是当警察呀？林江这小子有福气啊，能娶到你当老婆。左哥，你听我句话呗，对嫂子好点儿，她人挺好的，又很善良。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，我看得出来，她的心里只有你。行，小杨，我先走了。林江回来啊，让他给我来个电话啊。哎。外面的世界啊，
很精彩，里面的世界更热闹。我喜欢凑热闹。找谁啊？我找林江。啊，找林江，他调走了。啊，调走了？啊，他也没跟我说呀。那警官，他调哪儿去了呀？看守所。哦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警官，我想问一下左队长在哪儿？你是谁呀？找左队干什么？嗯，我叫杜云丽，找他有点事儿。杜云丽，哎，这个名儿好熟啊。哦，你是杜安的妹妹吧？是，哦，啊，左队啊，他不在。你有什么话跟我讲一样。嗯，那我没什么事儿了，谢谢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左队在家呢，你去家找他吧。啊，谢谢。哦。哎，杜小姐，哎，我呀，正好也要去找左队，要不然。我送送你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改天再去拜访他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王所长，临江奉命报道。林江，从一名重案队的刑警到看守所当管教，是不是觉得爹面啊，丢份子，挺窝囊啊？哎，别跟我说甘做革命螺丝钉什么的，说实话，是窝囊，但不跌份儿。理由呢？我还能这么幸运穿这身警服？林江，楚局对你的事儿可是很关心啊。我一会儿给你安排工作。是。左玉，请你穿上我们结婚时穿的衣服，我在民政局等你办理离婚手续。
忘系领带了。还是不记得好。手续都带齐了吗？走。你来的不是时候，正赶上所里搞扩建，建号就这么几间，只能轻重混合关押。前面那间就是你负责的三间号。啊。满意了吗？我满意了，是你满意了吧？苗萍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在兑现我的承诺。我答应过你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一脱这身警服就和你离婚。你现在可以随便了，你自由了。这是一份DNA 检验报告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小麦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的亲儿子，他血液里流的是你们左家的血。谁让你去做的？咱们俩那点事儿，你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是吗？你找谁做的？你忘了，你们曾经是夫妻，总有一天。总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我后悔，我后悔死了！我后悔我为什么现在才和你离婚。苗萍啊，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再给我戴绿帽子了，从此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跟嫂子在这干什么啊？是怎么呀？这是，来上。你是跟嫂子在这办离婚的？啊！说话！左哥呀，左哥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人嫂子对你多好啊！啊，你就瞎猜吧你，整天就捕风捉影的。哦，是个男的跟他说话你就跟他急啊？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？你要是相信嫂子，你就不会被开除。你说完了吗？没完，走，找嫂子复婚。你放开我！怎么的？动手是吧？你再动一下试试。来来来来，你再动我一下，我马上按袭警罪把你抓起来，你信不信？赵明啊。陪我散散心吧，好吗？